段轩轩的一天，狗仔镜头记录版。周扬青工作完乘车去按摩，段轩轩在车内等待。到达按摩店后，周扬青付钱，段轩轩开板。晚上回到周扬青家后，段轩轩离开保姆车，换乘网约车离开。好羡慕段轩轩，谁能说这不算事业偶像成功再就业呢？